开贵。晚上好，这里是大型求爱真人秀一转成双的舞台，我是石头。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山。您有心仪的他吗？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舞台向他告白。我们的求爱密码是02585432898，或者你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关注一转成双求爱事务所。是的，只要你和你的他在这个舞台告白成功，就会获得由宝庆一楼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结婚对戒。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机扫描我们电视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好的，接下来欢迎到场的各位爱情观察团的成员，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接下来欢迎两位爱情指导员，首先是著名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欢迎。再让我们欢迎著名性格分析专家唐立奇老师，欢迎，欢迎。好的，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告白嘉宾，有请。好，嘉宾好，欢迎。你好，好开心哦。哎，这位神仙姐姐跳着小拉就上来了，跟大家打个招呼，问声好好吗？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四川成都来的，然后我是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是想向那个向我。就是羡慕已久的，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一个大哥告白，真好。但是我们呢，我和张山是看过你的基本资料了，对，现场人不了解，对、作为一位漂亮的女士，我知道问年龄是非常不礼貌的，但没事，没事是吧、那就好办了、告诉全场您今年的岁数好吗？我今年快57岁了。哇，57岁，我上来还喊她姐姐，这绝不是哄的。你们别叫我姐姐，应该叫我阿姨了，不好意思啊。阿姨都把您喊老了，是啊，姐姐又怕觉得不尊敬你。不是，其实福气不好，福气好早就该当奶奶了，知道吗？真的。真的，阿姨今天的状态这么好，这么漂亮，而且我们在一转成双的舞台，其实我们作为年轻人最喜欢看到像您这个阶段的阿姨，还来这么勇敢的追求爱情，全场应该把掌声送给她。谢谢。喜欢叔叔多长时间？大概有30多年了吧。30多年。30多年，对。哇，这横跨。他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男士。可以算是初恋吗？应该算吧。哇哦，时隔30年来到一转成双的舞台，向这个叔叔表白。对。您非常的勇敢，和你的发色一样勇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叔叔和阿姨的爱情故事。31年前的时候，我就和他相识了。那个时候的我是情窦初开，而他早已有妻子儿女了，高大英俊的形象深深吸引住了我。那个时候的我呀，才25岁，而他已经36岁了。不久之后呢，迫于家庭的压力，然后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也就嫁人了。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啊，一直对他王哥念念不忘，然后呢，我就经常去看他，给他送一些小礼物，甚至还做出一件出格的事情。25年以前呢，他由于转业，带着他老婆孩子回到南充老家去了，然后我呢，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由于这个两个人生活不在同一个城市，所以说跟他渐渐联系就很少了。然后隔了2年3年以后啊，我们就彻底失去联系了。我就满以为这个缘分嘛，到此为止吧。7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和王哥相逢了。那年我和我儿子相依为命，而他妻子也病故了。之后的几年，我们渐渐接触多了，我仿佛回到30年前那种感觉一样。我不想再过那个单相思的那种日子了，所以说我来到这里，想向王哥大胆地表示我的爱意，希望王哥能接受。这就是肖阿姨和她王哥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30几年前。对。你还能回忆当初遇到你初恋时候的样子、状态，以及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
但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离他那个单位嘛，就一墙之隔那种啊，这么近。他们单位很多熟人，我也认识，我也经常去玩。有一天他突然出现了，我就被他那个高大英俊潇洒的那样，我就吸引住了。他突然出现是什么？对，翻那个围墙。不是，主持人你别这么讲嘛，好不好？因为我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那个单位吧，人也很熟，人也很熟。是你到他单位去玩？对，他们单位人我也很认识，很多人是吗？经常去玩，但是原来去几次就没有发现有这些人。那天他突然出现了，我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可能由于我单相思那种感觉一样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后来我就觉得他已经都结婚了，当时我很有那种失落感的那种，真的不骗你。你是直接问他你结婚了没有？没有，那时候不好意思，当时听朋友讲嘛，肯定那个就是渠道很多啊，方式很多啊，不会去了解别人，就是很婉转的说这些，就是去聊天，他聊天一样的，对，然后就他都结婚了，哎呀，当时我还有很失落感的，我以后我就想我要直接找自己的对象，也要像他那样，但是我老公确实也像他那样。知道吗？都是同一种类型。对，基本上嘛，又高八九不离十嘛，又高又帅。我老公像原来老公说我什么都好，他就说潇潇你什么都好，你就个再高一点就更好了。我说我再高一点我就看不起你了，因为你是老让我看起的，我没看起，真的是这样的。阿姨，他就嫌我矮了，他太高了。你真能聊，是吗？是不好意思了，没事，不是。后来那个浓烈的感情，你就慢慢把它收起来了。对。那个时候就不像我这个片子里边讲的嘛，由于家庭的压力，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嫁为人妻了嘛，就属于这种嘛，所以说就慢慢跟他失去有联系了嘛。我自己是，哎，对。但是在 VCR 的后半段，我们注意到说，阿姨说你说还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儿，您方便跟我们说说是什么事儿吗？当然，这个出格的事，可能由于我结婚之前嘛动过手术，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由于自身的这个原因啊，然后我就一直怀不起小孩，知道吗？然后一直怀不起孩子，我爱人也知道。结婚几年以后有不上孩子啊，特别是女士肯定要遭白眼的，别人要在后面指指点点的那种啊。就那时候孩子对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你一个女人不生小孩，肯定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知道吗？但是我由于我自己啊，我也心里特着急，我爱人也着急啊。但是后来我喜欢给王哥讲，就什么，他也替就安慰我们啊，替我们出主意啊那些，我们就四处求医那种，查时候好像什么都正常的。实际上就是还是怀不起孩子，知道吗？医院就建议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做人工受精，医院给我做了几次也是不成功。我一下想到王哥，因为我知道王哥那个他体型外形啊很那个基因很好，我就突然想到他了。但是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当时还是挺难为情的那种，但是又想帮我，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回事。我自己也挺难为情的那种。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拿了以后，就拿到那个东西，我就跑医院去了。但虽然以后那个事没有成功，没有做成功的话，还是没有成功。对，但是至少说对王哥对我是一件难忘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治疗方式人工受精，当时您的先生是知道的，对吧？知道，他支持我去做。那后来跟王哥沟通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吗？不知道，这个肯定不能说了。这个说你不是自己也没面子，别人也没面子吗？你怎么那样了？你说是吗，主持人 ？OK，当时选择王哥也是因为觉得说。因为在基因学上来说，你会觉得优质基因。我想当时医院给我推荐别人的，我也不知道这人个高矮，或者是胖还瘦，还是怎么样，还是有没有病史那种，我也不知道啊。我还不是选择我相信的人那种，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你那种情况啊，在现在我们反而是理解的，但是你那时候人工受精，包括跟王叔叔发生的，你用出格这个事儿概括，我估计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会觉得是出格的，对，懂我意思吗？有可能，因为人工受精在你们那个时候还是属于较早的。我觉得这个有发言权的也只有龙哥了，因为叔叔阿姨那个时候正好是你年轻的时候嘛，对吧，龙哥？你不会说这个龙哥是人工精子受精？不是，阿姨，不是，我不是，阿姨，我点他不是这个意思，对，不，您对，话说清楚，是的，不是，因为你误导我了，我没有误导你，没有的，你说他那个是就是正是阿姨那个。那我就要这么认为了。我说他练总裁不是很优秀吗？就是觉得以他的年龄大概能够理解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冷静一下，我点他不是因为他是这样发生的，是他在您那个年代是年轻的，懂我意思吗？我懂了。
大概能理解这个事情。龙哥，不好意思，我现在体会躺枪是什么意思。不是，阿姨的思想特别的前卫。哎，真的。您觉得他这是出格的，或者那个时候，如果在那个年代来说，首先第一点啊，做人工受精这个事儿，就是本身就会也会给别人有歧视的嘛。大家都会认为你，因为他就认为是一个自然的嘛，你这个是非自然的。然后呢，他就觉得可能是，大多数会怪女方，说可能会女方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嘛。他后面再跟那个王哥去，我觉得那个就更不可思议了。作为一个男人的，我就觉得就不是，但是我打断一下这位嘉宾，因为当时我们在做那个时候，肯定都想，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时候，我这个结婚之前我动了两次手术，知道吗？因为就是那两次手术，他把那个什么我，然后我在北京、上海说的，我想哭了，真的。没有这个，因为我也理解，因为我跟我爱人结婚，我们有5年，我们也没有小朋友。然后我们也去了很多的医院去的，就是我们一直也是，想尽任何的办法，就是疏通不了。我跟你讲吧，这位嘉宾啊，我打断你一下，因为当时我不是说我结婚之前我动了3次手术，我不知道，因为我到现在我总共最后生孩子的是剖腹产，我到现在一共动了6次手术，我原来一直讲，当时很急，不是，我原来一直讲我活不了30岁，现在我活到50多岁了，我这真的超值呢。好，我现在挺好，何况我带了孩子以后，我10几岁，我儿子10几岁，我老公又走了，我到现在都单身，好，知道吗？我为了儿子，我付出了很多，我献出了很多，我很不容易的。这个、女人不生小孩都怪女方。都怪男方，知道吗？我叫他去检查，他又不去检查，他也支持我去做这个。当时我就一下，他因为我想那个王哥他是个人又高又英俊，基因肯定一定好。谁不知道自己孩子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优秀、比较那个基因好的那个，都想那种。所以说我当时就去做了这个，做了这个还是不成功。不成功，然后我在北京、上海看了以后，回到四川，川一教授给我医好的。所以说我现在能到这个舞台来表达，就是说我儿子工作了，这个也结了婚了，我不想给对方添任何麻烦。所以说我今天就很勇敢的来到这个你们这个一转成双的舞台上。掌声送给阿姨好吗？对，谢谢龙哥，谢谢。没事，阿姨怪我们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其实就是纯纯的想法。有那么好的一个叔叔在边上，你觉得他是优质的，所以你希望去嫁接他的基因，而且现在这些问题也不存在了。哎，你现在儿子很帅，对啊，是不是？你以他为好吧？对，对呀、啊。我想问问看，现在和叔叔的关系怎么样？现在就是他妈，他也是一个人，然后就是我通过其他朋友嘛，然后也是他的朋友认识，因为我们四川嘛爱打麻将嘛啊，业余时间也爱打麻将，就很有一个朋友跟他挺好的那种，就无性聊，在无性聊话当中就知道他的电话了，他也就跟他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以后呢，我们就经常联系，他也给我打打电话，我也给他打打电话，聊得挺好吧？对，聊得还可以，聊了以后呢，才知道他爱人也去世了。知道吗？我就说，现在你说，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一个男士他很优秀的那种，单身7、8年，我不知道他是为我还在、已经单身7、8年了，他现在也没成家，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那，我就可能也许他一直就是说把我一直当小妹妹来看待那种吧，就一直在，我也不知道。但你现在还搞不清楚他对你是什么感情是吧，邱阿姨？对。我跟你说，因为你跟他告白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这第一次跟他接触，他也是才知道这个事儿，想看看我们第一次采访他，他在说什么，是什么状态吗？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好吧，来。根据肖阿姨的描述，编导来到王叔叔的老家四川南充，找到了让肖阿姨挂念了30年之久的梦中情人，王叔叔。你们找谁呀？啊，王叔叔您好，我是江苏综艺频道《一转成双》的编导。在导演说明来意之后，王叔叔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惊讶。面对镜头，王叔叔袒露了他的心声。那我知道小肖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他会用这种形式给表露出来。
小肖一直很坦率，很直率，有什么话都要跟我讲。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还是这样，我一直把他当成小妹妹一样看待。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尽我的努力去帮助他，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虽然我们之间彼此都有很好感，但是就下不了决心，因为我的年纪比他大那么多，大十多岁吧，怕别人笑话我年纪那么大了。二，我的身体年龄那么大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将来怕给他带来负担和累赘。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我的女儿女婿都还不知道，不知道他们知道后会不会支持，他们是个什么态度，不好办。王叔叔怎么样，镜头上看还帅吗？还可以吧，就是现在老了一点。什么什么？就现在老了嘛，跟我一样嘛，他也老我也老啊，一样的。你保养得好，而且他比他大，他比你大十一岁呢。对，你别这么说他，他待会儿要上场的。您向他告白，你就说他老了一点，还是你心目中的王哥，对吗？对。但是你王哥在 VCR 里面感觉啊，担心的事儿还确实真的是有道理的，啊，非常明显的三条大概，我们把他喊上来。在这个舞台上见你，你会紧张吗？不会，没事。没事啊。那我们就有请王叔叔。面对热情主动的肖阿姨，王叔叔似乎有些犹豫。肖阿姨积蓄多年的情感爆发，能否打动王叔叔？知不知道肖阿姨其实对你有一份这样的小心思？一直当成小妹妹一样的看待。大十一岁算什么呀？我有家，我根本不敢胡思乱想的。我求求你了，可以吗？广告之后，让。31年前，他们相识。喜欢叔叔多长时间？大概有30多年了吧。31年后，56岁的他大胆表白。他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男士。时隔多年，他们能否再续前缘？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求爱真人秀《一转成双》的舞台。只要在这里告白成功，就会获得由宝清一楼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结婚对戒。30几年的等待早已呼之欲出了，最关键的是这30年来的执着。他这种性格依然使得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倒是看着对岸的这种强烈的炮火，他似乎有点心动。跟全场打个招呼吧。哎，您坐。哎，您坐。你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是个很憨厚的叔叔。你辛苦了，你们好。哎，王叔是不是在你心中一直都是那种哪怕有一点寡言少语，但是他内在特别有魅力的男人？对对，应该说是吧，不然怎么成我偶像呢？哦，对，不然怎么能成你偶像啊？哎，对，他在你心目中就是属于寡言少语，但是帅气、坦诚、真实。我知他向东，他不敢向西；知他向南，他不敢向北。真的，你叫他站起来，他现在站起来吗？你说，王哥，请你站起来。谢谢，请坐。王叔，不知道你不善言辞，但你能说说肖阿姨在你心目中的感觉，或者你见到她的感觉？小肖，在我的心目当中感到很好。她在我们30年前，30年后都一样，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坦、直率、活泼、特别能干，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小妹妹一样看待，因为我们的年龄差距比较大，一直当成小妹妹一样的看待。您重复两遍了。其实我一直把他当成小妹妹一样的看待。第三遍了啊！知道了，王叔叔，您一直把她当做小妹妹一样看待。哎，30年前没有其他的想法。您30多年知不知道肖阿姨其实对您有一份这样的小心思？我现在才知道，
过去，当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暗中喜欢我，我不知道，因为我有家，我根本不敢胡思乱想的。对呀、啊，对，您也、那个时候您也因为我在经常到他家里面做客，他父母亲给我也很好，我很担心，因为我的性格很好，我的性格倒是很好，很宽容，很包容，很能够让人。我原来的爱人呢也很好，是同学，也很温柔，我们家里很幸福。但是小小姐呢比我小那么多，她会不适应我的生活习惯呢？这个我比较担心。第二个担心的是，我的年龄比她大那么多，有年龄的代沟吧。这个我们这把年纪了，一怕被人笑话，这个这。其实王哥，我打断你一下啊，其实你这么多顾虑，这么多担心，其实到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为什么呀？因为你也是现在单身，我也是单身，为啥你那个老婆，你原来老婆走了这么多年，你一直还在单身啊？可能你心里一直是有我的，我心里也一直有也有你的，知道吗？你那些担心都是多余的，真的，王哥，你要打消那些顾虑。因为我比你大十一岁。大十一岁算什么呀？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这个。你别这么悲观吧，我原来说我活不了三十岁了。可以说是活一年算一年，活一天算一天，明天的事情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说又怕给你添麻烦，添累赘，又把你抛下丢掉。实际上你还是为我好是吗，王哥？我跟你讲，我原来想我自己活不了三十岁，我现在活了快要60岁了，我也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别那些不必要的担心，你打消这些顾虑可以吗？行吗？我求求你了，可以吗？阿姨，我觉得咱们也不要逼迫叔叔这么紧啊。您是活得挺前卫的，您的各种想法。还有我知道小肖喜欢旅游的人，喜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他真正内心想找一个会开车的人，他会开车的呀，会开车的人，对，他走什么地方比较方便，这个你不会开车啊？我很惭愧，我不会开车。我跟你讲，王哥，开车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坐火车、坐飞机呀、啊。王叔，你就不停的在开条件。王叔叔，你心里之前列了个表是吧？都关于什么不会开车？等他讲吧，主持人，等他讲。今天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你就得你全部讲出来好不好？王哥，我觉得这个场子我也可以重新来了解你、啊。阿姨，我觉得这个场子已经不需要主持人了。你们两个沟通特别好，你们就来吧，好不好？来，王叔说来。那个，我还有我的女儿女婿，我也没告诉他们。这个因为他妈妈去世后我们从来也没提过我要再找老伴的事情，如果知道过他们会不会支持过，会不会反对，这个我也比较担心。王哥，我反正又是两地，我在南充，他在成都。王哥，我给你讲嘛，你不要怕儿子儿女支不支持你，高不高兴，我儿子就支持我，只要能老妈你开心就 OK。 不是小阿姨，怎么讲的？不是，这你这太小阿姨优柔寡断了。不是优柔寡断，这个太烦的那种。不，冷静一下啊，小阿姨，这个他你儿子光支持你没，这个是不行的，他儿子女婿那边你搞不定，还是有问题的。你这个我都没嫌他那么大，他还要这样，我肯定心里挺难受的那种。你女儿女婿是有可能不答应的是吧？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然后他们为什么不答应呢？这个现在也不能说他反对不答应，我没跟他讲过，没跟他们提过。你觉得讲还有一个又是两地，现在一个是南充，一个是成都，是两地。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吧。不是，王叔，您告诉我，如果你跟你的女儿女婿说了以后，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顾及是不是你担心的吗？顾及会统一，还是有顾忌。顾及会统一。我们担心了这么多，我们说你跟你的女儿女婿说，哎，王叔，你觉得你会顾及发生什么事儿？顾及会统一。那我们在担心什么呢？王叔，你告诉我们。我能包容他。就他能不能包容我？他要包容你，因为他是一个女强人。哦，小肖是个女强人，要求都很完美很高。你就把真的话说出来，说出来。对，要求很完美，要求很高。我怕适应不了。
王哥，你过奖我了，我什么女强人，我为了生活，他特别能干，特别能干，他特别能干。我跟你说，特别能说。肖阿姨，我现在听出王叔的意思，王叔一直在，其实在给你面子。对对，他不想说你太强势。嗯，这个是这个话。但是主持人，我可以这么讲吗？毕竟一个单身女士十多年这么过来，带儿子，把儿子培养成人。我儿子15岁入团，18岁入党，现在工作也很理想。儿子去年年底也结婚了，办了50多桌人。阿姨这段话我也理解，就是说阿姨为什么会变得有点强势、有主见，是因为这么多年她的生活造就的。她得一个人照顾儿子，打理她的生活。她不是要这么强势，她性格这么多年。我还不是生活所逼呢，对。你是。怕肖阿姨这么强是吧？有点儿，有点儿。对，我就想啊，如果你们以后生活在一起，可能王叔叔说一句话，肖阿姨已经说了10句话。对，基本上这样。但是，所以王叔叔，您就觉得这性格可能有点不合哈，这个生活方式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是，来，大家帮着想想办法，或者劝劝王叔都行。但是王叔恕我直言，你从性格还给我们感觉来看，其实你就属于惧内和怕老婆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然后不过你担心那些实际问题，我们现在就来商量，好不好？是。现场有什么想说的？谁涂老师。人生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同时也需要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那么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其实在中国社会，有的时候说起这些事儿来有点悲凉，老人家老到老了，到了黄昏的时候都不能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是我想对王哥说的是，你不会有再有第二次机会，永远不可能会有再第二次机会。趁还没有到80岁无法挽回的时候，用剩下的青春，趁着自己身体还健康啊，这个孩子都已经安顿好了，应该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爱情绽放，这样的话既不愧对于他，更不愧对于自己。我相信就是你们俩的老伴都会希望你们这么做，这就是我的愿望。谢谢开堂，谢谢。千万别留遗憾。对对，唐老师，我桌子爬亏了笑笑。亏我什么呀，王哥，你又在多心了。刚刚嘉宾讲的挺好的，你都同意了，下来又是亏什么？谁亏谁呀、啊？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小阿姨发火了，谢谢谢谢谢。王哥，我想站在你这边一下，我理解你的痛苦，我理解你的顾虑，而且我也不觉得，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好美好美的事情，我们就应该什么顾虑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不真实的，因为人生嘛，我们已经到了50、60岁了，我们身上都是背了一些包袱的。而且王哥的个性跟小肖姐姐的个性真的很不一样。小肖姐姐，你是一个一手懒的人，你的孩子也不敢反对的，他也一定站在你这边的，因为他很了解你的个性。可是我觉得王叔叔的这个顾虑很真实啊。当他把他的顾虑说出来，我觉得他的顾虑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他顾虑说出来的时候，肖姐姐的反应是什么？肖姐姐的反应是马上把麦克风拿起来，我告诉你啊，王哥，这不是问题啊，这个是怎样怎样啊，这没事的，我儿子也同意我，你儿子也一定同意你。不，王哥的个性跟你不一样，他不是一个这样子搞定他儿子的人，他是一个要商量的，要得到理解的，而且他把你当妹妹。他跟你不一样，你这个热情已经燃烧了30年了，他的热情估计是7年前才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他的家他没有心理准备，他需要摸索。今天在这个台上，肖姐姐不就是你要来请王哥答应你吗？对，所以你得尊重他，对，你得要知道他的性格，你得要体谅他的难处。对，但是如果站在舞台上，连他在这个接骨眼上说出来的难处你都不体谅，这就是王哥怕的。他只要说我觉得不太好，你就会说不会不好。你担心什么？是，对，我觉得我身体不怎么样。不，我们精神战胜一切。那该怎么办呢？对吧？这样说王叔会更害怕。所以喽，小姐姐，你的态度很重要哦。好嘞，你强了一辈子，就这件事情你得弱一点。嗯，好，女人啊，就是要当个女人。你要你的偶像爱你，而不是你要成为他的偶像。好，谢谢嘉宾。对啊，我说怎么一上台来就感觉王叔有点害怕。他坐在那儿。对，你不能这样，特别是马上要进入您的告白环节了，是，这是一锤定音的事儿。
今天如果想在舞台上拿下你30年前的偶像王叔，你就得换一种啊模式。王叔，你允许肖阿姨向您进行告白吗？不是，现在是你老大，你说了算。你告诉我们，你就说我允许你小肖向我告白，来说一句，小肖，我允许你向我告白。王叔叔，您坐。王叔，你怎么很就是这种状态，很棒。干什么？在家里男人就是顶。肖阿姨，你已经获得允许向王叔表白了，怎么样？荣不荣幸？荣幸，荣幸。肖阿姨，请就位。是否能够一转成双，马上进入肖阿姨的告白时间。一边是相识多年痴心追求的肖阿姨，一边是重重的现实顾虑，王叔叔会如何选择？他和你的生活是完全在两个世界。我呢，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北京的生活方式。他不懂浪漫，从来都没送过我东西，过生日你都不送我东西。我自己都不过生日。你们是要来这儿分手是吧？今天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求爱真人秀一转成双的舞台，只要在这里告白成功，就会获得由宝庆一楼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结婚对戒。一份横跨31年的单相思，知不知道肖阿姨其实对你有一份这样的小心思？我有家规，根本不敢胡思乱想的。多年的漫长旅程，他们最终能否突破现实障碍，携手余生？是否能够一转成双？马上进入肖阿姨的告白时间。王哥你好，我真的没想到30年以后我现在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向你表白我的心愿。真的，我不想我们彼此再错过彼此了，因为我也是鼓了很大勇气，也是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的冲动。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向你表白，我是真心实意能接受你的。然后我还给你带来了两个礼物，王哥，我从成都给你带来的那个保暖内衣，冬天到了，我也希望我像这套保暖内衣一样给你送来温暖。第二一个礼物就是请你看一段视频。爸爸，瞒了过17年了，这7年后头呢，我们也觉得哈，如果要你还是过得来，虽说是快乐，但是呢。我们也晓得你希望的是找一个人来陪着你一起度过这以后的下半辈子。所以如果要是你遇到有心仪的女士的话哈，你还是可以把那个阿姨带回来让我们看一下。然后你也不要顾及我们，我希望的是你能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王哥，我这次是真的带着真心来的，我希望你能接受，我能像这套保暖内衣一样给你送来温暖，可以吗，王哥？可以。朋友们，掌声鼓励吧！王叔，坐坐，咱们得转，你坐下来，坐，对，坐，转椅子，转椅子。吓死我了，这对。干，你们俩握什么手嘛？抱着，哎呦！真好，叔叔，为什么转过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转过来？答应了，阿姨。要给他表示过同意，我很高兴，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从肖阿姨的态度就能感觉出来，她以后哪怕在外面再强势，在家她就贤妻良母型，她听你的。能把你们俩这30年差的一个拥抱再留在这个舞台给我们吗？可以，紧紧的拥抱一下。感谢你们，感谢大家，不要感谢。谢谢王叔叔。祝二老永远幸福健康长寿，掌声继续送给他们，祝福你们。谢谢两位，谢谢大家。谢谢王叔叔，可以获得由宝庆楼提供的1000元结婚对戒，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好，谢谢。有人说爱是感觉，有人说爱是激情。时过境迁，当感觉淡化，激情退却，爱不过就是平平淡淡相守一生的勇气。感谢你们，
为我们牵了这么一个红线。我觉得通过这次做这个来到这个舞台啊，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我们在后半辈子不想留下什么遗憾，我非常珍惜这次这个机会，感谢大家，我们会好好这个过好牵手后半辈子的。哇，叔叔阿姨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让我在上场之前没有意想到的很多的欢乐和幸福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感觉比我们很多年轻人的幸福来得要更加的单纯和纯粹，祝福他们永远幸福。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在爱情面前你们都是可爱的。欢迎来到一战成双的舞台，表白你们自己内心的感受，只要告白成功就会获得由宝庆一楼提供的价值万元的结婚对戒。好的，有请下一位告白嘉宾，有请。你好，有请。这边请。主持人好，大家好。你好啊，穿着是 hiphop 风格的，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大家好，我叫沈鑫，今年34岁，来自北京，然后现在在一个文化公司，然后做市场部经理。今天来到一转成双的舞台，想要干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女朋友就是平时我们俩也经常就是打打闹闹的，但是一般就是一两天就好了。然后呢，就这次因为点小事打起来，到现在就一直冷战，就一直也没联系啊。就是现在冷战了啊，谁都不理谁，谁也没理谁。是因为什么事儿吵架呢？就是因为前日子有一次我们俩去超市，然后他就捏泡面，然后被保安逮走了，把我们俩逮到那保安室里去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做的不对，然后跟他就吵了几句，然后结果就从那天起到现在就谁不理谁了。张山，你说对不对？捏泡面是你们跟那个超市有仇还是怎么样？他就是捏泡面，他就是那种捏足，然后就是一有压力吧，然后就喜欢上超市就捏方面，捏给人捏的碎了吧唧的那种的。然后我就说，真有这样的人啊？就有这么缺德？我以前倒真的买，我买过那个碎的方便面。捏面是肯定不对的，当然，对，最讨厌这种人了。有本事去晃易拉罐啊！你也没有好哪里去，你们这不对，都不 对, 对，这样是不对的。但这背后隐藏什么的故事，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对不对？先来看一下他的 VCR 到底是怎样，看一下。你说烦不烦？最近因为一包泡面，女朋友跟我分手，然后打架，然后闹得不可开交，然后什么倒霉事让我碰。养花、养狗、养鱼是我的三大爱好，然后就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比较简单，就像我喜欢的女朋友许蓓蕾一样，因为她也比较简单。我们在一起快3年了，然后感情一直比较稳定，虽然说我们已经差8岁，有点小代沟，但是我们在一起很稳定。我是那种比较老北京传统那种，喜欢养花啊、养鸟、养鱼、养狗什么的，然后呢，就比平时呢生活比较宅。然后许蓓蕾呢，她是比较现代的那种女孩，就喜欢逛街、泡吧，然后跟一些男闺蜜天天的厮混在一起，然后说一些三八的事情。但这都不是事儿。然后就是我们一般吵完架，这一两天也就过去了。可前两天呢，就因为一包泡面，我们俩又吵得不可开交，现在就导致要分手了。就因为他是捏捏足，然后他一有压力就去超市捏泡面。前两天我们俩去超市，他又去捏泡面，然后结果被保安逮起来了。然后呢，我就认为就太这么丢人了，但他就认为这都没什么，然后就觉得捏碎了也能照样卖。然后就因为这，我们俩就打得特别厉害。然后结果保安向我们俩烦，都给我们俩轰出来。就因为这事儿，然后我们出来以后，到现在他再也不理我了。徐蓓蕾，你不说我不懂浪漫吗？你这次我都来这里了，给你个大惊喜，咱别闹，咱好吧。看完沈星的 VCR， 会觉得他还挺轻松的。对。你女朋友是做什么？她平时会不会太无聊？是，她是做什么工作？她是那个啦啦队的那个啦啦教练，然后平时自己也跳，然后参加什么比赛，然后也教别人跳。所以你判断她成为这个捏捏族的一员，是因为什么？闲的。但是通过 VCR 我们还看到的感觉就是，他和你的生活是完全在两个世界，对不对？对。
我呢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北京的生活方式，就是平时喜欢养养花养鸟养草鱼，然后遛遛猫然后逗逗狗，然后呢就是平时就是六日休息的时候呢，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逛花鸟市场。逛哪里？逛花鸟市场。花鸟鱼虫市场。那你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女生又是拉拉队长，那完了，格格不入啊，这就是。嗯，反正有一定的摩擦，而且你又不浪漫，是吧？又提到了。嗯，不浪漫。按照以往的概率来说，差不多这架应该不至于吵，冷战这么长时间。是，反正平时也经常吵，就几天就好。这次时间有点长了。对。跟你说，问题不这么简单、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我们来了解一下女生。我是许蔚蕾，算是沈鑫的女朋友吧，因为我俩现在在冷战呢。就沈鑫那个人吧，我都懒得说他，就上次捏泡面那事儿，我不就发泄吗？就算我错了又怎么样？可他呢，更只有往外拐，还跟人合起伙来欺负，你说气不气人呢？要换上别人男朋友，可能各种呵护各种哄着，可他呢，一点都不懂浪漫，不过生日也不过纪念日，情人节和圣诞节就更别提了，甚至我生日连个礼物都不送我，你们说我憋不憋屈？他30多岁的人活得跟个80多岁老头一样，早睡早起，养花养草，遛狗遛鸟，还看人公园老头老太下棋，我就纳闷那有什么好看的呀？他告诉我这就是生活，那他的生活呢，全都奉献给狗了。你们说两个人在一起逛街多开心呢，可我却只能陪他逛花鸟鱼虫市场，让他陪我逛街比登天都难。这次泡面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如果他再不改，那我们真的无法继续下去。这就是你女朋友蓓蕾的 VCR， 看完以后发现她捏泡面确实出于发泄，但为什么发泄我们还是不知道。你自己看完什么感觉？不可理解。看来蓓蕾也有很多话说，我们先有请今天的女主角蓓蕾，有请。与沈鑫性格完全相悖的蓓蕾上场后又会倒出哪些苦水？胀气的那臭烟子味哪哪都是。我这样知道浪漫有什么错啊？我就想给你点惊喜有什么错啊？我现在连狗的地位都不如，宁愿给狗买吃的都不给我买吃的，然后他宁愿去遛狗他都不带我去逛街。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求爱真人秀一转成双的舞台，只要在这里告白成功，就会获得由宝庆一楼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结婚对戒。好任性的女孩啊，在感情上了、啊、我替她担心的是她这样的个性啊，其实是太赤裸裸了，不是很讨喜的。女生是属于典型的北京大妞，没心没肺啊，但内心特别渴望关爱。欢迎蓓蕾。Hello， 大家好。哟，我说你上来就有骗子的潜质。你女朋友听声音，无论是声音、造型、外形，都很温柔啊。对啊，是个可爱温柔的小姑娘。怎么可以干捏泡面的事儿呢？完全看不出来耶。说好听点，都人有两面性。我再次他不这么想我，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是这么想我。对呀、啊，你是一个漂亮的女神呐、啊嗯，温柔的。怎么可能捏泡面？捏泡面是他捏造的，对不对？我觉得捏泡面这事儿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所以你还是捏了，对吗？他本来平时陪我的时间就特别少，然后他这件事儿他还胳膊肘往外拐。他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了呢？就是他当时就是跟我说你别捏了什么来吧了，然后那个他还帮着外人说话，然后完全就不帮着我说话那样，我就生气这点。那哥你自己，你买方便倍儿老碎的，你回家你乐意吗？但是在那种场合，你要说一句那种体贴的话，我也就是会。你觉得在那种场合他可以说一句什么样体贴的话你心里就爽了？你跟我说。我觉得宝贝捏得真碎可以吗？这样可以吗？不是，
我觉得他最起码就应该那种小女孩都喜欢听那种甜言蜜语，他最起码应该说啊，宝贝儿，咱们这样不对，咱回去以后再说这些事儿，是吗？然后当时就冲我喊。但是你也是气急了是吧？多大的人了，你说让你写书面检查还罚钱都是小事，书面检查你多恶心啊这事。但是进保安室这也没什么，我又没犯什么大罪，对吧？对对，用不着你这样冲我喊吗？贝蕾，我觉得啊，男朋友生气也是有他道理，但他也不能说太这样对你凶，对吧？我是说他那种说话的方式，对，他态度也不能太凶。我说句公道话，对吧？但是咱们以后能别捏了吗？好不好？可以啊，可以，我可以改正。行，咱们改了吧，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其实生气的也不只是方便面嘛。我怎么说他一点都不懂浪漫，你知道吗？说实话，就是他不懂浪漫。嗯，就是说是个女孩都应该喜欢那种就是甜言蜜语啊，然后给你带一点小惊喜、小浪漫什么的。他完全没有，完全就是一个木头，从来都没送过我东西，连生日都不送。不是，我过生日你都不送我东西，我自己都不过生日。哎呀。话赶话，不是你们是要来这儿分手是吧？今天没有没有没有，息怒息怒，气死我，搞得我火很大。息怒，不是生日不送，其实有点小过分。不是贝蕾，他女朋友的生日你都不带送了，他生日你给他过吗？就是给他过呀，给他过了是吧？就有一次他不是不懂浪漫吗？然后我就紧着制造浪漫，嗯，他完全就不理解，还拆我台。怎么着？跟我说说。就那天，完了我那个什么？你突然一下。我们说严肃的，来，贝蕾。就那天，我想跟他烛光晚餐，然后想给他一点惊喜，然后结果呢，我知道我这人不会做饭啊，就从外边买了那种现煎的牛排，然后我回去以后就点上蜡烛，然后想跟他一起吃饭，然后结果他回来，他说我没停电，点蜡烛，他都给我吹灭了吧蜡烛。他把蜡烛还吹灭了，他把蜡烛都吹灭了。吃饭以后，然后他就说中国人不用筷子吃饭，你为什么用刀叉吃饭？他说我崇洋媚外。然后我说这不是崇洋媚外，这是一种浪漫的感觉。我还跟他一起喝那个红酒，然后他说喝可乐不就得，喝什么红酒啊？这可能就是你们生活方式不一样，可能都不是他不浪漫，他就是不喜欢吃西餐。就你喜欢的那些东西他都挺不喜欢的。我带他吃披萨，他说拿个饼卷点菜吃了不就得了吗？对吧，你看他把什么多浪费啊，吃出来感觉不一样。贝蕾，我帮你说句公道话，你就算觉得吃饼卷肉喝可乐那是非常解渴解饿的那种非常实在的事儿，我觉得女生你也得依着他去做点事儿吧。比如说你进去你至少发牢骚，也不要把蜡烛吹灭啊。不是，那天是怎么回事？他把帘拉上了，然后就点了两根蜡烛。他说他就找两根黑不愣登的，什么都看不见。那可不就开灯吗？哎，他都不说全了，他弄那牛排吃八成酒。他平时不做饭，满屋的乌烟瘴气的，那臭油烟子味哪哪都是。你先别说我这些，那我那天到底错在哪了？我这样制造浪漫有什么错？我就想给你点惊喜，有什么错？而且贝蕾那天你是努力了吗？因为他可贵的地方，啊、用心在为你准备的。正是因为他没有做过这些事儿，他做了这些事儿，哪怕有点油烟，你就吸了不就得了吗？他点的是红蜡烛吧，又不是白蜡烛。你承不承认这也是他对你的一份心思，只是说没用好，你觉得？啊，对，算我错啊，对吧？有没有想过，就像张山说的，其实是你们的生活差异。嗯，他的生活方式你能接受吗？我完全不能接受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一个老年人，就提前步入老年期了，你知道吗？养花养草也算了，他每天上人公园看人老头老太下棋，然后听人吵架去。我说那有什么可听？他说你看啊，那个老头老太下棋，他就爱斗嘴，一斗嘴一吵架，一吵架就热闹了。这是两个问题啊，喜欢看人下棋和喜欢看老头老太吵架。你是喜欢看老头？他主要是喜欢看人家老头老太吵架。这是什么嗜好呢？我都想笑。不是因为吧，就是特逗乐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不是有俩老头下棋吗？然后旁边围了一堆人，叽一嘴呀一嘴的哇乱叫唤呢。结果这棋结果那有一个人不就给输吗？然后输完了那人就特生气，对，嗷就把桌子给翻了，嗷就跟那几嗓子就打起来。哎，你们说的无不无聊啊？多无聊啊！通过他的阐述，我们真的觉得相当无聊。是哎。希望陪我一起那蹦蹦迪啊，逛三里屯工体，哎，对对对，然后那个唱唱歌啊什么的。喜欢唱歌吗？你最近听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曲子名字你记得吗？我喜欢听老歌。比如特老旧的邓丽君。你
有这么爽吗？对，你笑成这样怎么回事？为此我为了博得他的欢心，我还学了一首邓丽君的歌。真的？来几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嘿嘿，开在春风里。好了，我不唱了。哎，蛮好听的，很可爱啊，自己都觉得难听。人家都为你学邓丽君的歌了，你还得怎么样？他那个年代哪听过邓丽君的？那我为了救他，我还他时不时大街扭两下，我还陪着他扭呢。你就不知足，我告诉你。哎，他不是在大街上还陪你扭的吗？他不是说陪他蹦迪是吧？不是大街，他逛着逛着街，听着音乐就跟那扭上了。我有时候配合他一下，一块犯点病就扭会儿呗。你扭那叫职业病，什么那个扭 nobody 就那个。你自己说这些事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是吧？自己一说你就笑了。你们北京男生都这样，说着说自己爽起来了。我觉得吧，你们两人都有让步为对方的生活，但让的都不够，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来看看，聊聊看他们吧，说说龙哥。然后我对这个男嘉宾啊，就是评价是叫老顽童。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的年龄的这个是79的，因为说好听一点，他那些喜好啊，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我们增加一点生活情趣，年轻人也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个他现在这个正在事业，在往上走的那个中青年，应该青年，对，创业，就有点玩物丧志的感觉了。因为那个东西都是特别耗时间的，就是我家岳父和我爸他们干的事儿，他现在还在陶醉在当中，我不太建议。因为我建议现在的年轻人是在你对的年龄前做你对的事情，你可以反扑，扑哪儿啊？不是，刚才他讲了你半天的毛病啊！主持人啊，我还有个事儿要说。你说，最不能容忍是他养狗这件事儿，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养狗上，他工作除了工作，然后就是在家照顾狗，根本没有时间陪我。到底是我重要还是狗重要？我想问你，沈鑫。沈鑫，您跟我们说，你狗到底养多少只？因为看 VCR 上好像还挺多的哈。他现在家里养4只，但最多养过30多只，而且是流浪狗。你们能想到流浪狗有多少病吗？你一回家的时候是30多只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你回家30多只狗一起叫，我那是什么感觉？而且我有那个变异性哮喘，我不能接触那狗毛，我一接触狗毛，然后我就不停的咳嗽。首先，收养30多只狗是做过的事儿吧？对，因为这个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吗？还是？是，因为就是我原来是小动物保协会的，然后呢，我收养那些流浪狗，然后有的就是有的从网上就是领养，有的是从就是快死的路边小狗救活了。然后有的就是可能不同层次受过虐待，然后就是特别怕人那种的，然后就好多就是像那种病的吧，一般我就简单，因为养狗多了，而且我就老看书嘛，然后一般简单的病什么我就自己回治了，然后给他们治好了，然后调养好了就送给那些就是一样有爱心的那些人。我觉得出发点是，但是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关爱他们呀，你不一定非要都拿回家里来养吧。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养这么多只狗，为什么说是力所能及呢？你能照顾得过来吗？因为这狗你怎么分呢？起名公的就是蔬菜，母的就是水果，包菜胡萝卜。就是茄子乱八糟的，然后就是什么桃子、柚子、樱桃什么的。真的？家开菜园了是呗？而且你是发自内心特别喜欢小动物。对，是不是？狗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因为狗比较最依赖的是人类。如果狗没有人的照顾的话，它可能它就不会再生存了。但我是你女朋友啊，我现在连狗的地位都不如。是你现在他每天宁愿给狗买吃都不给我买吃的，然后他宁愿去遛狗他都不带我去逛街。就是他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给了很多，对，把很多时间都分配给了狗，根本没有我的时间。是不是？那我是来说有这个特别重要的意义，照顾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太可怜了。比如说我家茄子吧，那个4月18号那天死了，就是
五六年前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特淘气吧，一只雪纳瑞，一个外地的一个那个犬的美容师就觉得好玩，买了一只小狗。他在一个就是狗场狗的繁殖地给人当美容师，然后他就把那个狗就带到那儿去了。可是那个繁殖基地没有繁殖雪纳瑞，繁殖的是别的狗。然后人家就为了就是说怕就是有那个影响他们自己的狗，就把狗圈在一个这么点的笼子里，一天24小时几乎就从来都不放。后来最后那个美容师要把狗就是送给那些狗贩子，然后肯定下场是不好，然后我就抱回家了，然后就是慢慢就是我陪着他，然后晚上睡觉跟我一床，然后就抱着他，那狗是根本离不开我。后来今年4月18号就遛狗的时候，然后在一个没有开通的马路上，我带他们玩球，后来从远处飞奔一辆车过来，小哥平时一拦就拦下了，那车就连闸都不撒就往回冲，然后我就飞着跑到车上去了，跑车前去了，我就一个劲拦，然后那车看见我拦他也不停，然后那时候张我家茄子就过来，一下就在就这么远，要不是因为撞死茄子就把我撞死了，就在这儿就一下就撞死了。后来4月18号那时冬天还冷，我不想，因为我觉得他这一生太可怜了，报警也没用，中国也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后来我觉得太可怜，后来我跟我弟用手挖的一个坑，就因为他死了已经头，然后腿都直了，身子硬了，然后我不想他受委屈，我用手挖的，这么深的坑，我就给他埋起来。能看得出你特别特别爱狗，真的是你是真心的。贝蕾，你刚刚有想讲话是吧？你说。但是你这件事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你都不知道，其实他为狗狗做了很多很多。怎么了？对对，这个事儿，他说出来对于你来说也很重要，对吗？如果他跟我说，我可能会包容他一点。你男朋友从刚才那一段话，我们真的能看出他是真心喜欢动物。小狗的，他是在全心全意的爱着他们，特别是那些被前主人伤害、被所有人遗弃的那种狗。我觉得他爱狗没有错，我觉得一个爱狗人是很有爱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用错了方式，他最起码把一多半时间留给我，然后有一半的时间留给那些狗，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也太自我了，把什么责任都强到给了我，也没有强到他有什么错，所以我希望他以后能改改那种生活方式，最起码尽到一个男朋友该尽的义务，每天也抽出点时间陪我去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这样也让我知道我自己也有男朋友。至于那些狗，你可以把它送到那个小动物保护站，然后我每个星期可以陪你去看它们几次，这样都可以。我觉得，我希望你可以选择一下，是选择狗还是选择我？这样，沈清啊，你先别这么快做决定，因为女朋友突然抛出一句话来，我们也觉得挺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你刚才在说感人故事的时候，贝蕾也被你感动了，说明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她理解你对狗的那种感情，但也开始说了原因。她突然抛出一句话，你选择狗还是选择她？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只有肯定和否定的回答，现在也不用这么快。我觉得现在说出来了，其实浪漫和不浪漫那只是说大家都可以妥协的一点。其实现在最严重的是这个问题，是吧？是的，涂磊老师，有很多特别爱狗、特别爱小生命，甚至爱到有一些偏执，以至于影响了自己正常生活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像男嘉宾所说的，他们认为狗失去了人是不行的，而人失去了人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他们的统一的特点就是这一些，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问题，好像爱狗多一点就会爱人少一点，在他们面前有这样直接的矛盾，
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不存在的。更多的方式不是说在影响自己家庭的情况之下，把大部分的狗都带到家里来，然后影响自己的生活，啊，影响了自己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的时间你应该用到什么地方？用到去呼吁政府改革相应的动物保护法，呼吁更多的人不要再欢天喜地地把小动物招入到自己家庭当中，然后再漠然地把它关在家门之外，呼吁大家的这种意识，而不是一定要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去做。结果导致的是，其实狗也不快乐，人也不快乐。你想想看，一个人照顾30多条狗，你照顾得过来吗？你是照顾不过来的。所以你的思想方式要改变一下，人和狗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你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这我也承认，但问题是有很多事是你一个人做不了的。我还有一点非常残酷的说法，如果你要质疑你的行为，那就不要找女朋友，你过你自己的这种日子，不要招惹爱情，因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你不可能说我爱小动物，你也必须要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事儿。人家也可以爱小动物，但未必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懂吗？我反而觉得啊，现在对小动物一些保护的漏洞，让沈星的力挽狂澜有一些累。我觉得你这种累啊，你的女朋友贝蕾也感觉到了，所以她觉得她也累在你边上。唐老师是这样吧？我完全同意石头的话啊，我觉得贝蕾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灵魂，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沈星爱他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贝蕾是一个一直强调我的人，而沈星是一个太无我的人，所以他连带他也是用欣赏你的角度，但是有点疏离。沈星你可以理解吗？可以。我其实首先我会对你的品德至上最高的敬意，但是作为你的女朋友很空虚也可能是必然的，就算不想跟狗比也忍不住跟狗比起来了。沈星，这是你制造出来的一个让贝蕾很缺憾的地方，所以你对她的爱她太没有感觉了。那其实我还是想给他们建议啊，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挺配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希望从此以后沈星就是专心照顾流浪狗就好了，你不配交女朋友，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也不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贝蕾也蛮有爱心的。所以沈星，你不要把贝蕾当成一个小女孩，你不要认为她什么都不懂你就不告诉她，你必须告诉她，你必须让她参与你的生活。我希望沈星这是你可以努力的目标。谢谢老师。经过两位老师的分析啊，我反而觉得这一对啊是又可爱但是又可怜的。听完唐老师说话以后，贝蕾，你那个选择会缓和一点吗？会换一种问题或者换一种条件吗？我其实我不是说我的心有多么多么狠，多么多么铁石。既然已经选择这个男人，我就应该按照他的方式然后去包容他，因为两个人的爱是相互的。但是有的时候女人嘛，就我就想听那句话，我就是想听你到底觉得我重要还是狗重要，你到底选我还是选哪条狗。 OK， 这个问题仍然在坚持对吧？是的。好，这个问题问完你了，我先问沈星，听完他的要求，告白是否要继续？考虑一下。给你时间考虑，但时间不长。没关系，怎么想就怎么说。要继续吗？继续。好，看看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场上将彼此的性格再磨合一下，好不好？沈星，请就位。是否能够一转成双？马上进入沈星的告白时间。女生的无奈控诉能让沈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吗？他们有过彼此妥协。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但有更多的互不理解。
我这样知道浪漫有什么错啊？我就想给你点惊喜，有什么错啊？宁愿给狗买吃的都不给我买吃的，然后他宁愿去遛狗，他都不带我去逛街。沈星最后的选择会是什么？是否能够一转成双？马上进入沈星的告白时间。许蓓蕾，咱俩认识也快三年了，然后呢，从就是平时生活中，还有也可能是因为咱们的不同经历成长，然后文化氛围有不同的小差异，也可能是因为我不平时不太在乎你，然后导致现在不可磨灭的这个事情发生。可我现在已经确实都这样生活了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已经适应了并且习惯享受我现在的生活了。至于狗，我不可能放弃他们，因为如果假如说你要离开了我，你会可能找到更适合你的男朋友，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了我，他们会没有一切，我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要不离不弃跟他们永远在一起，直到他们最后一刻。如果当初要知道咱们有这么多不可磨灭的矛盾的话，如果知道你不能接受或融入到我的生活中，那何必在一起？对不起，许蓓蕾，我们还是分手吧，我放弃。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希望你找到更适合你的人。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没想到一个告白就只能最后的一次告别。谢谢沈星，知道你的选择虽然很奇怪，但我们先请你离场。谢谢。显得那么空虚，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何必要在让我对对，现在挺难受的吧？我特别，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柔，我特别失望。可能主持人不该说这些话，但是张山，我真的想说，他对动物的爱和他对生活的爱让人感动，但是他对女朋友的决定，让我这个旁观者觉得有些残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因为我一直以为你们两个人就像涂磊老师说的，你们都愿意在舞台上再将彼此的性格磨合一下，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大家劝说了这么多，你们两个人最后给出的想法和意见完全是和你们刚刚上场是一样的。蓓蕾，他的这样决定，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能想到他做这样的决定吗？我完全没有想过，所以我感觉我特别失望，因为我觉得我没想到我的地位还没有一个狗重要，我没想到我的地位还没有狗重要。蓓蕾，我倒觉得这话你放大了，并不，你一直在纠结于自己和狗狗的地位，我觉得可能问题的本质并不在这儿。我反而觉得我蛮理解你的，蓓蕾，因为现场确实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其实很明显的，蓓蕾的这一连串的把自己跟狗比，他就是在讨爱，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逼迫男生跟他分手，逼迫男生真的在狗跟他之间选一个，他只是想要得到重视。但是蓓蕾，这就是你幼稚的地方，你用错方法了。在爱情里面，一个懂爱的人，他不会用为难的方式去爱人，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他还是会继续爱狗，你就真的不要这个男人的话，你可以离开。但如果你会伤心，你希望待在他旁边，你只是希望这样的男人多重视你一点，我觉得你要改脾气的，好吗？好，谢谢老师。谢谢唐老师。我觉得我应该改我自己这种太自我这种脾气，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什么事情都为他想一点，不应该就什么都只想到我自己。贝蕾，贝蕾，可能我觉得我是为他，但是他并不这么想。贝蕾，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我是为他的。贝蕾，你听我说，我了解你们这个阶段这个年岁的女孩需要什么，可能你就只需要她做出一个能说出让你感动话的举动，但你今天没有得到。我也相信没有一个女孩坐在那个位置想从一个告白者的口中听分手这两个字，这对于今天你来说是非常残忍的。我觉得你心最痛最想哭的是这个地方，对吗？是，是这样，也没想到他会这样。我同意石头的意见，其实贝蕾要的并不多，他要的是态度，而并不是所谓真正的行动。他刚才所有的告白都证明他可以后退一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够爱。够爱的话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既然不够爱，我认为分手不失为一种好事。是贝蕾，咱俩同龄人，我们都26岁。我觉得你下场之后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够爱的话，咱们为爱成长一点，提前成长一点，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你不够爱，我们也尊重你们两个人的选择，好吗？贝蕾，好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也成长了一点。这只能交给台下，但是今天在台上非常遗憾的是，从告白者的口中只能得到一个分手的答案，非常遗憾。贝蕾，谢谢你，请离场。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忍痛割爱不是不爱，如果某一天他选择转身离开，请相信他依然希望你幸福到老。依旧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我不想因为我的生活习惯耽误了他，让他来迎合我，所以我选择了放弃。真的很失落，我没想到我的地位还没有一个狗重要。不过刚刚专家老师也说了，分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也懂得爱是两个人需要包容的。一个人在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势必会减少很多的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家人，陪伴自己的爱人。希望所有的情侣都能够明白爱的真谛，在爱情里学会一点点的妥协，在爱里学会慢慢成长。希望你们都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来一转成双的舞台，把各自的矛盾解决掉。只要你们告白成功，就会获得由宝清一楼提供的价值万元的结婚对戒。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为爱一转成双。再见各位，拜拜各位。